不愿一辈子在这深宫里头。终于又出宫了。我是秉州总管李长青之子李谦。你这是勉强啊。木牌是从我这里偷走。他还真是凭实力不少人待见。我想要神鬼兵器图。被我抓到了吧。说吧，你究竟是谁？难不成还是郡主吗？江南郡主到。你抓住我的小辫子却没有告诉别人，要我做什么？我是想来和郡主做笔交易的。这件事情关乎江家的生死，我怎么相信你？郡主翻本郡主的窗翻上瘾了是吧？还以为郡主开着窗就是在等我呢。宝宁啊，上场比赛的是你，救我的也是你，你怎么看待我的？我会尽一切办法不让你受一丝风雨。你要和我争郡主，草寇出身你也配？李谦接旨。一道是赐婚，一道是赐死，太皇太后全凭你自己做主。前言后悔还来得及？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情就是把你劫了。